嗨，各位林錯別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錯別字賴正凱，现在我们直播已经开始了。那么一样老规矩哦，在进来之前，请先帮我按一个赞。如果你可以分享这个直播的频道到你的社群、到你的脸书，或是到你的这个 LINE 群组，跟大家讲说，哎，晚上八点了，大家赶快来看林錯別字的直播内容，那是最好不过的。当然啦，进来之后按个赞，这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好不好？然后呢，一样，再来就是听到我的声音跟影像一切 OK 哦，就是讲话啊没有大小声或是太小太大，影像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请帮我按加一好吗？让我知道一下。那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聊天室里面哦，已经开始聊起天来了。我先跟大家点个名，里面有误导勋，哎呦，这好像是第一次点到的名字哦。QQ 酱你好，也是很少听到。John Jack。錯別字大家好，陈聪你好，还有我们的 Kevin， 这个是梁吗？还林？苏英晚安，吴佩玲也晚安 ，Casey 你好，嘉龙也在，我看到嘉龙你在。好，现在这边有黄全民按赞，冲冲冲，谢谢你。还有这一个张，这 Edward 吗？张加一了，陈星也加一，蓝天爱加一，李美兰加一，一 Mike 乌是吧？这什么名字也太特别了吧！好，大家都加一了。好，影像声音一切 OK， 谢谢大家。还有现在有 YWW 跟这个杨小雨，有看到你 ，Sam 高也在里面了，曾彦伦，好 ，Tiffany Wang，Sandy Liu， 大家好，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呢，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有一个网友，他其实投稿很久了。然后他投稿给我的是这个是沈先生，大家看这个缩图应该看到，他来自对岸大陆杭州绍兴市、哦、他投稿给我的这篇内容故事。那我必须讲，接下来我会讲五则内容、哦、五则故事。这个、五则故事呢，它的飘点没有很高，就是它没有那种很恐怖啊、很血腥的这种内容，但是它可以给我感觉是第一，它很真、哦、第二，它就是有一些反思。那最后这个沈先生他其实在最后呢，他要写一个他自己的话，就是他想要分享他对于灵界跟佛学一些看法，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看完都蛮多点都认同的，所以最后我会把他的这个东西讲给大家听，念给大家听啦，然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部分。那这个故事呢会分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讲这个沈先生的爷爷所遇到的，他爷爷跟爸爸所遇到的。那第二 part 的故事呢会讲三则，就是沈先生的爸爸跟他自己所亲身遇到的、哦、那故事内容真的有点多，我是一样，我尽可能已经把它背下来了，但是会不会忘记我就不确定了，好不好？还有可能会偷看一下。好，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更多人进来了，琪琪、梅子，还有洋松鼠，哎呦，赖雨清、傅瑞阳也在里面，林瑞瑞也在里头，疗愈系频道，这个疗愈系频道怎么听起来就感觉色色的？然后又戴了一个口罩，这个男的没礼貌，感觉就很像是什么色情频道一样。我不知道疗愈系频道是谁哦，但我希望这个本节目的频道是干净、然后正面、正向的、健康的，希望这个不要染黄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我们人数到达200之后，我们再开始，好不好？然后今天大家讲一下，就是上一次我们找秦明来的这个直播嘛，那时候想说破1000人就要去鬼屋探险。那时候没想到最高人数破了2600人。好，那我们已经在安排了脱衣服鬼屋探险。对，秦明会脱衣服，然后好恶心哦，这个就跟你讲，这个频道是健康正面的。好，我们到时候呢，就是会有这个频道是去到某个地方，我们不能讲哪里啦。好，然后跟时间有时节节气有关，好，节气节日有关，在某个地方我们已经锁定好了。那成员就是有我跟秦明，还有一个人。那那个人是谁？不方便讲，还在找了，还在找。但大概就是那几个人。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算是鬼屋探险吗？还是至少会有讲鬼故事，好不好？会到那地方，鬼屋说书人系列，跟大家再讲一下。好，我们看到现在游仲邦说他要听错别字讲特种行业啊、哦，完全歪楼，一件事情可以扭曲成这样，仲邦哥。你卡到的很深啊。还有，这大家可能有在我的 YT 频道投票说要看什么样的一些直播内容，讲到特种行业是排名第一嘛，大家想看特种行业闹鬼事件、哦、想必大家心术也都不正。那特种行业的闹鬼事件呢，我已经找到人来讲了，下礼拜跟你们预告，下礼拜几我忘记了，没关系，我会再讲了，反正下礼拜先跟大家预告，下礼拜林錯別字有2场直播，
哎呦，请了两组人马。第一组人马，他要来跟我聊特种行业鬼故事。哦，这个人厉害了哦，真的很厉害。第二组人马呢，他是要来聊职业的鬼故事。那这两组人马呢，会分别，我没记错，好像是下礼拜几，我真的忘记，到时候跟你们讲。反正下礼拜会有两场直播，第一场直播讲的是特种行业鬼故事，第二场直播讲的是职业鬼故事，好不好？好，现在我们看到杨小雨讲说是跟清明节有关吗？陈静静说大家晚安，晚上好。没有，我们要去两个地方探险，许天晴。好，我们再提哦，这个人数破200之后，我们就开始讲我们今天的故事哦。请大家赶快帮忙一下，已经到192了，好不好？陈关林、关成林，你再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下就过了，过200就可以讲了。好，不然每一次我之前人数还没完全进来，我开始讲，就讲到一半，大家都开始问前面到底在讲什么，我要重新再讲一次。杨晨说废弃医院有名，有够恐怖，为何没有来宾 ？Roger 哥，你怎么还没下班啊？就算你来这边打卡 ，Roger 哥，我也不会给你2000块，好不好？仓鼠鼠，感谢斗内。黄小涛跟错大字的林森北路邂逅故事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是黄小涛去林森北路白嫖，错大字去帮他保释出来的故事，好不好？看他的人数，目前已经有，为什么到197一直死命卡住啊？请问错别字还会跟戴立刚合作吗？好问题，立刚哥，我之前有想找过他。但是如果找他来直播，基本上应该是他在讲，我不用讲。好，人数破200了，谢谢 Casey。好，破200了，冲了，破200。好，那我们接下来讲。那接下来的故事内容呢？我刚刚提到是对岸的一位沈先生，来自杭州绍兴市，他所分享的。他分享的故事呢，是从他爷爷、爸爸到他自己，总共三代，沈家三代所遇到的灵异事件。那这位沈先生其实很有意思哦，他本身有学佛。而且学了很久，到现在也有在学。他也到天台跟广东呢这两个地方的庙宇去住过，一住就是都有一两年之久，不是住一两天哦。但是他跟我坦白说，他自己没有遇过什么神机故事，或是没遇过什么灵异事件。但他对于看鬼故事跟深信鬼跟神的存在是坚定不移的。那么接下来呢，他会先讲一下关于他爷爷跟他爸爸那一代的故事内容。那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改编真实故事说给你听。大家好，我是沈先生。那这个是发生在我爷爷那一代的灵异事件。我爷爷他那个年代哦，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有了解的人听到这个就觉得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那可能不太了解的人呢，这个故事很长，这个历史很长啦，我可能讲不完。简单来说，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呢，非自然死亡人数目前啊，有人说到是3000万人，在那个动荡时代。的情况下，非常多人械斗，然后发生一些动乱，然后非自然死亡，可能有些人是莫名的死掉，消失不见，被消失，有3000多万人，是一个很可怕的年代。当时呢，我的爷爷他有个邻居，叫王某，他是朋友也是邻居，就住在家里附近。爸爸没有特别说到这个王某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职业的关系，还是加入什么团体，还是得罪什么人？他当时有类似像被追杀，所以他就先躲到了我爷爷家里面去。在躲的这段期间呢，其实爷爷就把他安置在家里的一个小房间嘛，然后也没有跟人家讲，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度过一段时间，也平平安安没有事。但是时间久了，爷爷还是觉得说，你总不可能在我家住一辈子吧？所以有一天晚上在吃完晚餐的时候呢，就跟这个王某好朋友就有点。喝了酒就直接讲说啊，你也不能在我家这样一直住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是你的问题你还是要面对这样。但这句话、哦、说者无意啊，这听者有心。有可能的王某听完之后就觉得你在赶我走咯、哦、他也就点点头没讲话，第二天就离开了，也没有告别就不见了。那后来有得知说王某没有回到他们家，就是邻居那边没有回到他们家，是到他亲戚家去住了。然后爸爸的爷爷啊，就说啊也好也好，反正就回去了。那这件事情也就过了，好一阵子他都没看到王某，也都没回来。那有一天下午呢，我的奶奶坐在椅子上面，突然间呢，
就发出很奇怪的声音，他就对着我爷爷不停地喊说：“是你把我害死的，是你把我害死的。”那我爷爷一听到这个奶奶讲话变成这样的时候呢，他就问了一句：“你是谁？”然后奶奶就说：“我是王某，你把我赶走，所以我在家里被逼到上吊。”他就讲这些话，然后不停的 repeat， 就说：“你把我害死，你把我害死，因为你赶走我，所以我被逼到只好回到亲戚家，最后我上吊在家里。”然后讲完没多久呢，奶奶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奶奶也完全不记得他刚刚有讲这些话。那爷爷听到之后就觉得：“难道王某真的死了吗？他死了之后，鬼跑来奶奶身上附在身上讲这些话吗？”所以他就决定要去找他。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哦，没有手机哦，也没有什么 LINE 跟视讯可以直接问说：“王某你还好吗？”没有，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他走了十几公里的路，到了王某那个亲戚家。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也没有 Google Map， 也要到处去问人才说：“哦，那户人家，那户人家。”他就找到了一个木造的矮房子，然后门也没上锁，他就把门推开。推开之后，找都不用找，那个王某就已经上吊在那个梁柱上面。他就真的这样死了，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对爷爷来说，他一直认为可能就是他那时话没有讲的比较委婉，把他赶走，害他最后死在他亲戚家里。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很恐怖吗？我觉得更恐怖的是，在那个年代的底下，有很多人就这样子莫名的离开人世了。这是第一个我爷爷的故事。那刚刚有提到，我奶奶不是被附身吗？她被附身时，她讲出来的话，她这个口音跟动作呢，就完全不是奶奶嘛。但我爷爷其实也见怪不怪，为什么？因为从以前，我奶奶就有灵异体质，所以就变得说，她很像是，有时候去墓园扫墓，或者是去经过，她可能在当下，她就会产生一些灵异的反应，或者是她去找朋友。经过一些不干净的地方，回来之后，他半夜就会被附身。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大家都住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跟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一定都知道他的习惯、他讲话的口音，甚至音调。半夜的时候，他突然间奶奶的声音就变成一个很 中年人低沉的男生声音，或者是变成一个像小孩子的动的样子 的状态，就又被附身了嘛。所以也是见怪不怪。那我们学佛的就说：“哦，这可能就是灵异体质。”那有一天呢，我奶奶跟我姑姑在家里，我先讲的故事，当时我都还没出生，都是我爸爸转述给我的。那我奶奶呢，在家里面，我姑姑在家里陪奶奶。当时爷爷已经过世了，爷爷其实很早就离开了，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下巴长了一个肿瘤，然后就癌症过世。我爷爷过世的时候，爸爸才十五六岁，当时爸爸不在家，爸爸已经出去了。就是奶奶跟姑姑啊，两个人在家里。奶奶在睡午觉，睡的时候，突然间就叫了一下姑姑，然后就问说：“阿火嘞？”火啊，那个火焰的火是我爸的名字。我说：“阿火嘞？”然后姑姑就说：“他出去了。”啊，然后奶奶就讲：“啊，那个死小孩惹祸还不知道。”哎，这话一讲长之后呢，奶奶那个姑姑就觉得不对劲，因为那声音不是奶奶的声音，是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就看着奶奶，然后家人都有经验，就直接问说：“啊，你是哪一位？”这样，结果奶奶就不讲话，就闭着眼睛不讲话，然后就说：“我是爷爷啦，哦，就是我爷爷，我爸爸就是姑姑的爸爸。”然后吓到了，不是过世了吗？爷爷已经过世了，但过世之后的爷爷附在奶奶身上，然后他过了一阵之后也都不讲话，就是又问了一句：“那阿火回来没？”然后姑姑就讲：“阿火他没这么快回来，他出去工作，要很晚回来。”有什么事情要不要转告给那个阿火知道？然后爷爷就讲：“他惹事了啦，还不知道，他小心点啦。”然后奶奶就睡着了。那当然，等到奶奶醒来之后呢，她也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姑姑也马上讲说：“爷爷回来了，然后附在你身上，讲了这些事情。”晚上我爸回家的时候呢，就很紧张嘛，一家人就开始讲说：“爷爷今天有来哦，就告诉你要怎样怎样注意哦，你千万要小心哦什么的。”然后我爸就说：“哦，好好好。”他爸爸有来交代， 那要注意一下。可是过了一阵之后呢，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哦。时间拉长了，这个恐惧感拉淡了，就有点忘记了。我爸爸当时的工作呢，是做冷冻库、冷冻柜哦，冷冻产业里面的员工。但是没事的时候呢，他会兼差做什么？
做棕棚床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床垫。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后台帮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棕棚床它是用棕榈树的纤维哦去拉扯、去拉丝，然后捆绑、刷，然后做成了一个床垫，天然的这种床垫。在那个年代呢，是很多家里哦，家里很多人哦，都至少会有两个的。那结婚的时候呢，也会有人送这个嫁妆，是必备的家具啊。后来是因为席梦思嘛，床垫床主这个生意开始出来之后呢，要棕棚床垫的这个需求量就减少了。所以以前爷爷那个年代的时候呢，是靠这个做这个手艺养活大家的。到了我爸爸这边呢，就学会了，但是变成兼差，主业还是做冷冻柜的这个冷冻库的事业工作。那时候爸爸去给人家请的薪资是23块，做一个棕棚床呢9块，所以做三个床就抵一个薪资，你就知道那个是多大的外快。那有一天我爸爸就是接到一个单子哦，是一个木材行的老板想要做一个棕棚床，他就把爸爸跟他的伙伴两个人就请去了那个木材行。当天老板不在，是员工开这个铁门让爸爸跟他的伙伴进去。那棕棚床也要木架啊，然后拉扯啊，然后钉啊、砖啊，需要很多的器具。那木材行老板说他们有啊，提供给我爸爸，有电钻什么的。我爸爸那时候拿着电钻在钻这个木头打洞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木头的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他发现不单是这个木头变大，他眼前的所有东西都开始变大又变小，变大又变小。同一时间，他的头很胀很胀，非常的痛，他不知道怎么状况怎么变这样，而且他不能动，他在钻这动作，他整个人卡住。其实他被触电，他已经被电到。那他在那边不动的时候呢，他的伙伴看到就觉得，哎、欸，阿火，啊你干嘛？阿火，然后就走过去。过去的时候，他踢到了这个电线。爸爸是说，他当时是像被电到炸开，砰的一声，他整个人往后弹。到底有没有往后弹，其实不知道。因为他昏倒了，他是自己感觉有这么一个动作，就送到医院去。后来还好没事，那爸爸没事，但是就开始回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发现哦，那个电钻漏电，那个电钻它不是什么像我们110V、200V 的这个电压，是很高的电压，其实漏电是会把人真的活活电死的。但是第一是因为它那个电线呢，它没有插座，它已经坏掉了，它是说铁丝这些，它是直接插在那个插头里面的，就像电在里面去卡住，所以他的爸爸的朋友走过去的时候踢到电线才可以很快掉下来。那第二是爸爸那时候脚是踩在一个木头上面悬空的，所以才没有这样子一电就马上死掉，算是运气非常好。那这件事情过后呢，爸爸就回想起来说啊，当初我爷爷来托梦，不是我爷爷附身在我奶奶身上的时候，可能就是要警告这件事情，但是他没办法直接把话给讲明，只能说他要惹事了，要小心。那爸爸捡回一条命之后呢，这个木材工厂的老板哦，得知差一点害死，因为给的器材是有问题的，所以后来就多给了几块钱给我爸爸，这件事情就过了。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呢，是我爷爷跟我爸爸那个年代所遇到的灵异事件。我是沈先生，这是发生在我爷爷还有爸爸所遇到的灵异事件。好，那其实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听完之后，像他提到的，他其实里面讲到有很多的方言，但是我是有点看不太懂。这位沈先生有打说，他们爷爷当时附在奶奶身上的时候，是用叫做花坛舅，他说大人骂小孩时用的用词类似小鬼，这是个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闽南语还是什么，反正那时候在他们这个杭州那边有他讲说，爷爷是用花坛舅在这样骂他爸爸的。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原来有这个棕棚床垫，你们刚好看到吗？棕棚床垫没看到，这个你们看，其实跟床垫一般看这个看不太清楚啦。哦，但是你们刚刚应该有看到吧？棕棚床垫，一清哥有听过吗？没有，有点，我觉得它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竹藤草席。它是用那个台语翻过来，棕棚。我去上网查，真的有棚哦，棚就叫棚棚。棚像那个以前我们家那个叫棚棚，就是它是。有点像榻榻米这样子，对，类似像榻榻米那样。它是像榻榻米这样子，然后一般我们说中坡就是说它是没有床架，然后就是平的，你去外面住很多那种公庙还是什么，他们都是用中坡，然后就是全部人都睡在上面这样子，类似平的这样子片这样子，可能是吧。
刚刚看到那个，应该后台给你们照片吧？哎、欸，可是它是放在我看的是有床架的，有，它是上面那个的，上面那一层的，不是加整个床架的。好，我们现在看到人数来到385人哦，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人数高点就讲下一则故事。然后我们看到，居然是直播，还以为是首播，不是的，一名玩家，这是直播，不是首播啊、哦！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个是很多是首播什么，这是直播。然后敲碗探险找鬼王维明哥，其实维明哥我已经找过了，但是人家毕竟是鬼王，程度很高。小鬼还没有办法攀不起来。上次找他合作是谁？是老王、哦、你看看人家的点阅数、订阅数、哦、程度，所以我很想找他，因为他对我来说是偶像，甚至他写过什么军中鬼故事那些，我都以前有把他买下来，甚至我家里还有几本。所以他真的是，他后来有出一本叫《鬼影》，我也有买，我还有请他签名，我们在节目上有遇到。然后陈泽祥说我也学猴，学佛啦，学猴。然后有众帮又抖内，谢谢你。他说错别字，白沙屯妈祖急行军等你哦。我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这一次我跟义清哥都会去，好不好？好，我们看到这个 James， 他说到终于可以在直播遇见你了。哎，我刚说是多少要再讲第二则故事？我没有听到这一番。靠北，我刚刚讲多少？400吗？还500？400，差不多快到了。对啊，那就500吧。啊？会不会？400到，然后就一直到最后结束都没有破，对。然后这个辣个番茄压缩终于赶上了，谢谢 Mark 说赖主播你好。哦，有人躺过哎、欸，这个陈金，跟我讲的那个不一样。哎，等等，我是把他名字念错了，那个是陈金义吧？金真吧？他说这个很难躺，所以小时候我没有躺过这个。每一次说错别字知道人部系列吗？这个是 YouTuber 还是电影还是影集啊？这我不知道哎、欸。维腾蛮有名的，杨晨，他不是有名，他是非常有名。我有找过他哦，他有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一起讲鬼故事。然后很好笑的是，他曾经跟我说，哎、欸，他有看过我出的书，然后有几篇故事不错，他想要拿去翻拍、翻写、画成他的那个。我说 OK， 没有问题啊。然后他也有说这是取自《灵异错别字》的。结果变成这些故事，有时候我在讲的时候呢，底下一堆人留言说：“哦，这个维腾讲过了，他讲的是维腾的故事。”我想说靠药，那是林北的故事，好不好？但是感觉出来，非常感谢他，因为有维腾帮我画，让更多人认识我。李美兰，我也找过老王了，好不好？而且你往回去看我的《灵异错别字》前几集就，就老王最近的故事才又上架。对啊，才刚上架。李美兰，我已经找过老王了，上个礼拜吧。没错。美兰姐，我已经找过老王了，好不好？维腾我也找过了，洋葱鼠。像《灵异错别字》翻一下，应该很快就翻得到，因为最近才最近几集而已啊。对对 对，点击率很好，我会再找他们，真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厉害了，信手拈来的故事真的很多。在郑州墙竟然可以赶上直播，这什么意思啊？郑州哦，在郑州翻墙 ，Vince。郑州在听杭州的故事。对啊。Vanessa 吗？是来自郑州的朋友。小探子没有关系，我才刚讲完第一趴故事，然后我们人数已经破427了。我先喝个水啊。我先跟你们大家讲一下。上个礼拜，有一些人哦，其实你们讲过的我都有找，但是卡于他们的身份是有经纪人的情况下，你找他们来。是需要通告费的，那通告费目前小单位就是我们这个灵异错别字还很小啊，这个通告费有点没办法付，所以要跟大家解释说，不是我不去找，或者不是我忽略你们的需求，其实你们有人提的我都有去问，然后甚至你们还没提我就已经去问，因为你们提的都是名人呐、啊，都是我也很想要请教的前辈，但是卡在这个现阶段。灵异错别字还太小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希望大家就是帮我按订阅一下，好不好？然后多看灵异错别字的节目，让我们的频道壮大起来，达到另外一个层级之后呢，自然就可以请到你们心目中的这些鬼王们，然后一起来聊天，甚至直播，甚至夜访鬼故事，或是夜访这个废墟，好不好？订阅很重要啊，虽然大家觉得那个订阅就是一个虚实啊，但是也不能这么说，很多时候我们的 KPI 就是看订阅数，订阅数多少。好，就代表你这个人的成就记分板，好不好？希望大家帮我们按下订阅数。
好，仓鼠鼠又来帮我抖内，哎、欸，仓鼠鼠，我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就是不要再抖内了，你这个金额有一点高，我抖内我们很开心啊，哈、哦，抖内也算是我们的 KPI， 但是我其实觉得有抖一次就可以了，因为毕竟这些钱你拿去，你懂吗？拿去花买吃的，买给你吃的，去吃大餐，找朋友什么都很 OK。谢谢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有人知道我也会尽量回，好不好？玩具工坊说统统有吗？哪一个统统啊？真心，这个叫做水壶，好不好？这不是尿壶。虽然我曾经把这个水壶放在我的座位下旁边，然后我们的主播张雅婷，雅婷姐走过去时，就一脸讶异的说：“啊，赖正凯，你干嘛要把尿壶放在你的座位底下啊、哦？这是水壶啊、哦，是拿来喝的，不是拿来尿尿的。它的开孔就这么小啊、哦，真的不够用，好不好？这是水壶，好不好？我在喝的是水，不是尿。好，人部的鬼故事去 Marvel 版经典故事很不错。好，然后画画说 Sky 画画说找小娜老师。”这个仓鼠鼠，我要跟你说谢谢，我很感动，真的，我不是说不要抖内给我，抖内去死，不是不是，你抖内我都很感动，但是我会觉得把钱留在自己身上，因为钱真的很重要，留在自己身上，我记得你了，好不好？显姑庙的统统哦，统统之前有长时间提稿那个公稿给，不是公稿，就是投稿给叫凯莉素说说，大家应该知道，一个也很会画画画鬼故事的一个女的创作家。然后彤彤就是自己撞很多鬼嘛，撞到最后自己就出来开频道。凯莉叔叔说自己有几则故事有跟我也有来我这边分享，就是讲彤彤的故事。陈大鸟是跟你的 size 一样大吧？好不好？我 size 哪有这么小？好啦，人数已经到了445人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讲我们刚刚的这个沈先生的故事，因为这沈先生的故事还有三则，来我看一下。这是第三则，第四则，好。那进来的朋友，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是来自大陆的一位朋友沈先生哦，他投稿的。那他自己有学佛，然后也很喜欢看鬼故事，但他也有坦诚，他没有遇过任何的鬼啊、神迹啊，但他还是持续的有在学这些东西，并且。他也觉得说，就算我没遇到，也不影响我看鬼故事的心情。我也很谢谢他。如果你现在在我的频道上面看我直播的沈先生，他有提到说他很喜欢灵异错别字的这个节目，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前面哦有讲了两个是他沈先生的爷爷遇到跟他爸爸遇到的灵异事件。那后面呢有三则故事是沈先生的爸爸自己遇到的，然后他爸爸就告诉沈先生嘛，这个分享他的这个内容。好，杨小雨，谢谢。虽然你抖内给我，但我还是不苟同你的这个话语。好，我没有拿尿壶装水，我给我喝咖啡，我也不想喝。我喝的那个不是尿。啊，华华说这是中华的华，华华。小汤圆爱吃意大利面跟莲雾芭乐草莓。你好，跟你炫耀一下，昨天小汤圆还请我吃饼干，嘿嘿，好。好，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内容呢，是刚刚提到是来自于大陆的一位沈先生所提及的。那接下来他会讲到关于他爸爸跟他自己、哦、所亲身经历跟他自己去现场探访的鬼故事。那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改编真实故事说给你听。大家好，我是沈先生。这是我爸爸跟我说的三则灵异内容。那我爸爸其实呢，在以前他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男性，就是务实工作，然后他很铁齿。即便奶奶会被附身，即便爷爷讲过这些内容，他还是对这种神鬼呢是半信半疑的啦。但他不会去冒犯，就是只是觉得说，他常常讲我行得正啊、哦，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好，那。在我爸爸那个年代呢，其实很辛苦，就是你的工作不是只能做一样就可以养家活口，所以他当时做的是冷冻柜、冷冻库的员工，后来有做这个中棚床、中棚床垫，
那后来就是席梦思啊、床垫啊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之后呢，就也越来越少人会去接他这个单子，他也就没有在做。那平常他还会干嘛呢？他还会做木雕哦，他的工作很多，很喜欢做木雕。那有一次呢，就是爸爸的，就我妈妈啦，她就要去找一个阿姨，然后爸爸就开车带她一起去，我们一家三口就去找阿姨。那个阿姨其实已经过世很久了。是妈妈那边的家族的人呢，想说大家聚一聚啊、哦，那个阿姨很久没去找她的这个墓了，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就开始说，凭这个印象说，哎，她大概是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哪一个墓园的哪一个方位，大家就把她自己的经验拼凑起来，就揪一揪去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点呢，其实已经有点像是乱葬岗了，在当时也没有规划，墓园都没规划，所以她就是整个墓碑啊破掉的啦，甚至长得很高的草啦、荒烟蔓草啦、土啊什么的。到了当地之后，还要找当地人带着我们全部的这些亲戚到那个现场，说如果你那个年代哦，可能是在这一区啦，你们就这样找找看。然后大家到了之后就拿了工具嘛，这个铲子啊、镰刀割草，就开始四散去找。那有的时候你在走，我那时候印象中我在走在这个墓园的时候，你走一走，你可能会踩空哦，那墓下面是镂空的。有时候你可能踩一踩，你已经踩人家的墓碑上，你都不知道，因为土已经盖过去了。然后爸爸就开始去铲那个地。然后就铲着土啊，就挖，就看到墓碑，就看一下是不是我妈妈的阿姨啊，这样找找找。那因为大家其实也很累，找了很久，太阳也很大。我爸这样铲的时候呢，有时候不小心一铲了，发现啊，铲到人家的土丘，就是埋这个棺木的上面，挖人家的坟呐、啊。然后挖完之后这样子，然后再把它盖回去，再继续铲，继续做。好不容易哦，终于找到了，那大家就开始清理这个阿姨的墓。然后割杂草、放贡品、祭拜，大家在这墓前烧纸钱，然后寒暄聊天，好，就这样走了。大家把这地点记好，下次才方便。回到家之后呢，也都没什么事情。但是就在同一天的晚上，爸爸说他就做噩梦。他梦到什么？他梦到他在一个他不知道这是哪里一个很空旷、很黑的仓库里，然后他被绑着，他的手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手是不能动的。然后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来了一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非常非常的凶，她的穿着一看就不是现代人，而且穿的就是寿衣，就是死者穿的衣服，然后脸呢都是布满了很深很深的皱纹，她就用手指头先指着我爸爸，她指甲很长，就指着爸爸，然后一直指一直骂，但是骂什么我爸爸没听清楚，然后骂完之后，她突然间又指向。这个天上天花板就指着，然后就吼我爸说：“你挖坏我的天花板，你挖坏我的家，我要给你尝点苦头。”然后我爸就吓醒了。然后醒来之后呢，他就想想啊，就可能做噩梦哦，可能胡思乱想，他也就没有当一回事啊。这件事情做完这个噩梦之后也就过了。那我刚刚提到，爸爸平常没事喜欢做木雕，然后有一天他在家里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自己在那边做木雕的时候呢，在凿的时候，那个刀啊。刀口就直接划到我爸的这个手臂这一段，那血就开始喷，开始流很多很多。然后爸就赶快捂着很痛，然后跑去医院。那时候的医院呢，是他们这里，我看一下，还有一个医院名称哦，人民医院是市区里面最大的一个医院。他就跑去那个医院里面呢去就医。那当时一到的时候，那医生看到他的这个手上的血这么多啊，就发现哇，不行不行，他赶快缝，就开始缝。但是这个伤口很长，他缝完之后呢，血还是不断的从这个伤口一直渗出来，一直渗。那可能是因为血真的流太多，我爸开始头顶晕，开始有点神志不清。然后这个医生发现不对劲时，才跑去，原来他是实习医生，才跑去找真正的这个主治医生出来。一看，这个血管是被划破了，所以你缝外面是没有用的，赶快进行手术，掐住血管，然后缝合，才好不容易把我爸救回来，不然他那个血再流下去，他可能就挂了。等我爸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到他手上有一大截的伤口，一个疤，就是当时划破。他才想到啊，可能上一次去墓园里面找我妈妈阿姨的墓时，把人家的这个棺木挖破了，还是挖到了，所以人家已经警告我爸。结果我爸这段期间也没有回去那个墓园，据说道歉或是修复。其实说真的，你要修复也修复不了，因为。他当时挖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后来下一次的扫墓之后呢，他就回去对着这四周拜一拜，说拍谁，真的很抱歉，上次这样挖把你家挖坏了，很拍谁，但想想的确他也因为这个伤哦，
工作停了一段时间不能做事，真的吃足了一阵苦头。那这件事情过后呢，我爸爸到了晚期之后也老了嘛，然后我也长大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就是我家人大家去 share， 然后也不用再做爸爸做劳力活了，不然他做这个冷冻库的生意，或者是他偶尔兼的差这个中棚，其实都很伤本很伤体力。后来他就辗转了到了一间医院，好像是第五医院吧，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第五医院里面呢做保全。在保全的工作呢，一开始就是大夜班小夜班这样轮流在医院这样绕绕绕绕，其实也算是轻松。后来做做做呢，我爸的工作呢就是越来越做上手之后，他就转进了里面的单位，叫做消防控制室，其实就是我们来讲就是一堆监视器啊，监控室啊，台湾叫做监控室，但是在医院叫做消防控制室。那每一个监视器呢都是对照着他们医院的各个角落的监视器的画面，那工作真的很轻松，一次上班有三个人，然后后面还有一张折叠的床还有冰箱，那累了就躺在那边休息一下，反正会另外两个人顾，那有事电话来打一打接一接，就去哪个地方看一看或者是回报，那没事的话呢就偶尔去巡巡逻，其实很轻松很简单。但是有一天呢，里面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胆子很小的一个晚辈，他就跟我爸爸说，火哥火哥，那个有一个监视器很怪，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然后爸就过去看那个监视器的画面是怎么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它的是一个走廊，长长的走廊，然后在正前方呢有一扇门，90度角的旁边，就是你面对这扇门的右边呢就是消防控制室，也就是我爸爸跟那个胆子很小的那个同事坐在里面的办公室。然后那个正前方那个门呢，它以前不是长这样的，这是我事后进去里面医院拍给大家看的，它这以前是一道大大的木门，很重的木门，可是到了半夜的时候，你从监视器上面看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木门呢这样被打开，然后又关起来，然后这样被打开又关起来。你们第一个想一定就是这个是风吹的，但他们很清楚知道这四周通通都是窗户紧闭，也没有穿堂风，不可能这样吹。二来就算是风吹的，它的频率应该会你看得出来，那应该是风吹的。他们说那个门打开的这种感觉很像是有人经过开了门之后又关起来，开了门之后又关起来，但是在画面上完全没看到任何人。然后那胆子比较小的就不敢出去看了，因为他那个拍摄的地点就在他们消防控制室一开门的那个正前方，所以那个监视器是消防控制室外面的第一个监视器。那我爸的个性就刚刚提到了嘛，他觉得我又没做亏心事，他胆子也很大，就出去开了门，然后把那木门关起来锁好，然后木门就没有再这样开开关关。但是偶尔有的时候，他们这些同事也说会看到那个门就是自动这样打开关起来。那有一天，这个胆子比较小的那一位同事呢，他值班的时候，那天我爸放假他没有来，他就看到那个门又在开开关关。那他的个性就是他不敢去关那个门，他就当作没看见，他就当作没看见。可是他就后来瞄到，在某一次的门打开时，很清楚的看见一个穿着白衣的人影，看不出来是男的女的，从里面这样子飘出来，然后门就这样关起来。关飘出来之后呢，他直接转过来，就穿进了一道门里。我们刚刚还记得吧？那个九十度角的那个门，就是消防控制室，所以那个木门打开飘出来的人影就飘进了他们的控制室里头，但是控制室里的门完全没开，也没有任何人进来，但是监视器就拍到了这样的画面。然后那胆子小的吓了一整晚都不敢出去。这是我爸在这个控制室遇到的灵异事件。那还有一点可以提醒的是，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恐怖的是他们的上面刚好就是停尸间，他们的控制室的正上方是停尸间。那有一次呢是这样的，我跟我爸爸呢在家里聊天，那我爸爸除了在这个控制，因为他的控制室的工作很轻松嘛，楼上是停尸间嘛，有的时候电话会打来干嘛啊，有这个大体来了，有这个东西要去冰了，上来帮忙。那我爸的个性就是他胆子很大，而且他觉得我又没做错事，对不对？我来帮忙的，他的胆子很大，他都会上去帮忙，帮大体穿衣服、擦大体，帮忙抬到这个里面
放进冰柜，他都可以做，那胆子比较小就不去做。那 有一天晚上呢，他胆子有多大？有一天晚上是有一个住在医院里面的一个老先生，他的病是不会好的，他继续住下去也是消耗他们家人的钱，所以那个老先生在那天晚上就开了窗往下跳，就摔死了。那摔死之后呢，他是砸在一个走廊的上铺棚上，那样砸在那边，然后他的头垂下来，血就一直滴滴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敢上去把他给搬下来，然后消防队也还没到。我爸那时候就梯子架着就上去，把那老先生的大体搬下来放好，然后身上都是血，干嘛的也是轻一轻，然后就推进去，所以他根本不会怕。那我听完我爸的这故事，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爸好勇敢哦。然后我对他的工作很好奇，他当然会怕，可是我想说我爸都没怕了，我爸会陪我干嘛的？我就讲爸爸，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你的工作？然后爸爸说好，来啊，有什么关系？就把我带去了。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我还记得那时候一去的时候呢，我爸要处理一个小女孩的遗体，然后他的同事看到就说啊，你怎么带小朋友来这里啦？然后爸爸说那我要进啊，这带他来看看有什么关系？那个小女孩的遗体呢，她是车祸，然后拉开的时候，她的脸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我爸爸还看到她的脸就被撞凹之后，他还把她脸扳正，这个动作我记得。可是所有的现场的画面我都不记得，我唯一记得一件事情是，尸臭味真的非常的臭，即便她已经冰在这个冷冻库里这么久了，但飘出来这个味道我始终记得，至今我没闻过比这更臭的味道。然后那小女孩，我爸把她脸骨折的地方扳正之后推回去，然后在旁边看整个过程呢，我爸就讲她就是因为车祸死掉，她的爸爸妈妈很伤心什么，我就不停的说好可怜哦，这么小就死了，怎么这么可怜啊，啊，想到就很难过，就只有跟我爸在聊这个小女孩的事情。我知道现场的人听到应该已经倒抽一口冷气了，因为我也是在事后这件事情过后，我看台湾的灵异节目才知道说，哦，原来不能在死者的面前讲这些话。你说我在讲完这些话时有没有遇到一些怪事？坦白说，我没遇到什么大的、深刻的灾难或是衰事。那我也不想说把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发生的小衰事全部算在这个小女孩头上，所以坦白讲，我没有遇到在对着这个女孩的小孩女孩的尸体讲完这些比较不礼貌的话，我没有遇到什么样重大的灾难，这是我必须坦白讲的。那因为爸爸在那边工作也一阵子的时间，那我也在那边陪他一阵子。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之后呢，他就说他处理了一个蛮怪的案件哦。那天晚上来的是一个先生，他有老婆，然后小孩年纪很小，那这个先生是被电死的，然后他就被送进来。那他就去询问这个原因，他说这个先生的家里呢发大水，所谓的发大水就是淹水了，他们家淹水了，然后他们家已经家人全部都出来了，可是后来这先生想想啊，他有东西没拿，他要进去，进去之后呢就被电死在里面，然后最后后来就出来。我爸爸那时候把他送进这冰柜的时候呢，有一天拉出来的时候，拉开这个尸袋，发现他七孔流血。我当时想说，怎么可能冰进去都已经冻住了，还流七孔流血？他也没多想，就拿了一块毛巾把他的脸上的血全部擦干净。擦完之后血渍嘛，沾湿再擦一次，整理完之后拉起来再推进去。后来家属再来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老婆跟小孩来一直哭嘛，再拉出来之后呢，又七孔流血。那其实医生也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不太是常理。那我爸爸也看到之后也没多讲，就一样再把他的血擦干净，然后拉起来再推进去。那后面的人就有讲说，会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死得很恨，有冤。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冤屈呢？刚有提到他们家发大水，所以他出去之后又进来，在进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家里所有家电都关起来了，他是不可能漏电被电死的，但是他的邻居有偷他们家的电，从冰箱后面有偷电去他们家用，但他不知道说有淹水，所以他们的电是没有关起来的。因为邻居偷电，所以活活的把这个爸爸给电死。那爸爸也想到他的老婆跟小孩还小，所以他至今就是含恨才会一直七孔流血。这是我爸爸跟我讲的故事。那到了现在，其实爸爸他后期就有发生过一些，例如看到监视器画面有闪过一些白影啊、光点啊那些，但是这些都是几句话就讲完的，所以我就也没特别
投稿过来。那上面这三个故事呢，就是我爸爸自己遇到然后跟我讲的灵异事件。我沈先生，这是我爸爸所遇到的灵异故事。好，沈先生他这五则故事我都一次全部讲完。那我会分享他的故事，有一部分是我很喜欢他最后讲他一些感觉，好，一些内容他要打出来，也希望我把他在这边跟大家聊一聊。好，我接下来讲的这个后面这些后话呢，是沈先生他想告诉大家的。他说，我相信一般人遇到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除非像我奶奶一样的体质，或者是从事特殊工作才有机会。即使像是杨日松、高法医、高刑警这样子从业者的亲身经历来说，他们的灵异事件也是屈指可数了。所以大可不必害怕，因为鬼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跑来骚扰你。反而哦，是有大把的人利用鬼神骗财骗色，甚至离间家人，最后把对方的家庭搞到妻离子散或者是家破人亡，这样子的社会案件很多。用宗教做挡箭牌逍遥法外的颜色宗教教主也很多。大陆虽然对宗教已经被限制不少了，但是这种事情还是很常发生。而这些问题基本上的本质来自于人的内心有着贪婪跟恐惧，以及对于情感缺失的求偿。虽然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鬼神的存在，但我们也不应该过分依赖这些鬼神。他有提到说，他很喜欢有个卡通，大家应该还有印象，《赤足的还愿》。那些恶搞的符哦，就是那个习近平的那张符哦，小熊维尼的符，他也很喜欢哦，他也喜欢。那游戏里面令人害怕的是鬼吗？其实有玩这个游戏或是知道这个游戏的人都知道，并不是。那结局带给玩家是无尽的惋惜跟遗憾。他说，他这个沈先生讲哦，他认为鬼也是有感情、有牵挂、有情绪、有执念，还会有所欲所求。那即使在灵界，应该也是被某种社会体系给管制住的，会有社会的等级啊，神明同样也存在着欲望。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只是神明会比较公正无私一些些。就像人类当中形形色色一样，现在的神明也都是人变成的。并不是从石头蹦出来没有情感的生物，只要有情感，其实和人并没有两样。那很多的故事，与其说恐怖，不如说是更加的悲凉和无奈，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是这句话是我曾经在节目上面说过的。沈先生说他很喜欢这句话：我们朝思暮想的，我们所遇到的鬼哦，都有可能是别人朝思暮想的亲人，或者是你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建立了秩序，但也未必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人类的世界很多贪婪，很多的司法往私往，很多的徇私枉法舞弊。那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也是一样会有。那我们的世界比那个世界好很多，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鬼执念生前的事，执着于阳世。好比他一开始爷爷的好朋友王某上吊的这起案件，他就也不会跑来找我爷爷抱怨啦。也不会像故事那样子刻意从另外一个世界，爷爷从另外一个世界来提醒儿子要遇到什么事情。所以呢，他提醒大家好好活着，阳间的生活再烂，应该都比阴间要好。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我生活再烂，我一死一了百了，说明到阴间会更痛苦，好不好？这是王，这是这个来自杭州绍兴市沈先生他的投稿内容，他一连投了五篇的稿子。那最后这一段话呢，是他写下来的后话，希望可以讲述给大家听。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聊天室来到了619人了。我刚刚其实有瞄到有很多人抖内，但是因为我在讲故事，我不能停下来说哦，谢谢谢谢，这样会打断。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Vicenza， 好，说我也想投稿我的鬼故事，真的太喜欢错别字，谢谢你。然后翻墙翻得好辛苦。哎，在你们对岸那边有没有脸书啊？应该是可以用脸书吧，我看过蛮多人用脸书的。翻墙。那如果你想投稿，你可以翻墙来我的粉丝团，新闻主播赖正凯错别字，翻墙过来投稿私讯我。那我整理过后，会像这个沈先生一样，他也是投稿到我这边来，我讲出来的。好，仓鼠鼠说，黑色内裤那个可以装咖啡哦，他们还是执着于这是尿壶，好吧，没关系。虽然我已经说真的不用再抖内了，汤叔叔，把这个钱省下来，明天早餐吃好一点，好不好？然后 Casey 说，
谢谢疗愈系频道的青哥，到时候要来合照哦。哦，青哥 ，Case 有叫你在白沙屯要合照了哦。青哥比出了一个爱心，哦，他跟 Case 说好，没有问题，比个爱心，到时候他会跟你合照。山川血管硬缝缝不起来的，啊，他讲到的是刚刚的故事。然后我们看到里面的聊天室里面还有麦克，哎，这边跳掉，不好意思。陈星，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还有华华花刷了一盘那个。好，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件事，就是在我一开始公告说要讲这个灵异故事的时候呢，我的聊天室有一位叫做伊塔流的，他有留言说，以前我老家有一栋鬼楼，在文革时期，就是刚刚文化大革命时期呢，被隔离审查之人难以忍受的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就很多人从那个楼那边跳楼轻生。那有阴阳眼的长辈呢，有时候还能看到这些灵体重复的做这些动作，哦，跳楼动作。那文革后呢，有一些单位搬进去，办公室也很快迁至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那栋大楼。所以不知道是否跟闹鬼有关。好，哦，他讲到的是因为我提到说这个故事内容会提到文化大革命，在第一则我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好了，我们今天的聊天呢，讲了一则，总共讲了五则。请问直播到几点？要结束了，好不好？这个直播已经快一个小时，要结束了，好不好？所以我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陈大鸟说，应该说每个你害怕的鬼都是曾经别人所爱过的人。的确，棺木里面放干冰，嗯，没有山川。我刚刚提到那个是停尸间，好，他那个是停尸间。然后 Mark 说鬼故事讲的超好听，谢谢你。然后华华说感谢错鼻子分享，要感谢是这位沈先生的分享。然后聊天室的朋友范美 TV 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哦，范美 TV 我们要结束了。好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则故事呢，再跟提一下，就是来自对岸绍兴市沈先生的投稿，他投了五篇，是从他爷爷、爸爸到他自己这三代的故事哦，他集结起来投给我。那时候投来，我记得有 Word 档一贴上去。快要6000字，所以我整理了超久，然后又简体字翻成华体繁体字来那边看，然后跟大家讲。那当然就是再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一周，哦，会有两场直播。刚刚看聊天室有很多朋友一直问直播时间，拍谁我忘记了，呵呵，太多事，我行事历没在身上，但都是晚上8点。下一周会有两场直播，第一场直播讲的是特种行业的撞鬼事件，因为我有在我的 YT 社群进行投票。投票就是投说大家想要听哪一些职业的鬼故事，现在看是有4814人投票，36%的人想看特种行业鬼故事，所以下一周我会请一位来宾跟我一起讲特种行业的撞鬼事件的灵异事的内容。好，这个来宾不是做特种行业的，所以你们不用太开心哦。我没有请酒店小姐，好，所以一清哥可能顿时落寞了一下，好，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第二场直播讲的是职业鬼故事，因为其实，在底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说想要听什么房仲啦，想要听校园啦，想要听什么医院啊等等等的。第二场的直播内容呢，就是会讲到职业别的鬼故事。我也请了一组来宾，好，他们都很强，这两组来宾都非常厉害，好不好？来一起聊聊这些鬼故事内容。那正确的时间下一周我会公布，那一样是晚上八点，反正你们锁定灵异错别字就可以看到了。最后在离开前跟大家说声拜拜之后，我就先再点个名，好不好？跟大家讲一下，在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可以的话，请订阅灵异错别字，你的这个动作可以让我的 KPI 更高分，让我的频道更强大，我才能点到你们更想去的的来宾来我们这边。好，我们现在看到，谢谢小豪哥，你好，好久，嗯，这小豪哥你好是小豪哥吗？还是小豪哥的粉丝啊？应该是粉丝吧，哦，小豪哥的这个小豪哥你好，这个粉丝呢极度没有礼貌，一进来就说都变胖了，有吗？我是有变胖啦，哦，不好意思，在荧幕前对我变胖了，但是你这句话讲的也真的是够没礼貌的，哦，好，谢谢刘世成，问有没有好奇公务员的鬼故事，我们下周见，好不好？下周见，来跟麦克、陈聪还有 Henry、宁静海、黄全明、Mark 说再见，好不好？陈星。所以一定会请到黄涛吗？我不知道，好，是谁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巧克力，拜拜。今天我们的聊天就到这边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晚上的鬼故事之夜。我们下次见，拜拜。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 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给我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